进化，有感而生，擦亮金钟，耀眼未来。来，得奖的是第58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配角奖，范瑞君。表现层次分明，真挚动人的情感，外表看似坚强，内心却失落无助，把病人家属等待心脏压抑的情绪发挥到淋漓尽致，让人不舍。表现自然细腻，充满细节的表演令人屏气凝神。谢谢，除了感谢还是感谢，感谢辛苦的评审们啊！谢谢东森电视台，谢谢额外旅程的编剧导演朱峰导演，谢谢这出戏真实的人物黄建宇毛哥，他如此强韧的生命力，感谢额外旅程所有如此用心的团队，是因为你们我才有机会可以站在这里。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金星文创，然后当然还要谢谢国修老师，讲到老师就讲不完，国修老师、赖声川老师、马丁尼老师、金世杰老师，然后还要在这边请容许我补一下，我上次得奖的时候漏掉感谢的编剧陈世杰，终于，谢天地。谢谢戏剧之神，最后祈求世界和平，请让所有的苦难都留在戏剧里面，让我们影业从业人员还有演员来承受这一切。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。